大家好，今天用白菜分享一道年夜饭美食，好吃好。勺子搅拌均匀，提前准备淀粉水，烹饪的时候就不用手忙脚乱了。时间到了，白菜肉卷已经蒸好了，我们先把它夹出去。另起锅倒油，油热后倒入胡萝卜和葱碎，开中火翻炒均匀。加入一勺生抽、蚝油，继续翻炒几下。倒入一点清水，蒸出来的汤汁煮开后淋入淀粉水，用铲子搅拌至粘稠，然后淋入白菜肉卷上，撒入葱花点缀增香，一道简单又美味的白菜蒸肉就做好了。白菜清香入味，肉馅鲜嫩多汁，每次家里做这道菜，孩子两大碗米饭不够吃，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